开斗之若你不出现，我只会掉魂旗，让你亲人魂飞火散。藤化缘，修仙首重天资，资质身外平凡，不代表注定平凡。踏入仙门，意味着你要断绝凡尘种种，化掉凡世执念。走。去哪？我带你去杀人。修真界弱肉强食，损人利己是天经地义。这就是修真的残酷。为你报仇！小子，你可以死了！老子已经死过一次了。只有共享，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藤化缘。